会证明选择对不对，忘了我是谁，那么所谓只愿在你的生活相随，别笑我沉醉，是我心甘情愿。为何总会出现这些画面？只是纷扰与我无关，我的心只为你勇敢，迎着宿命的循环，不留遗憾，绝不放手。你便是地球族的皇子，是。日后，你便安心待在这摩罗地宫，把这当做自己的家。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你陪我同游算什么？穿越时间海，世间万物。不放手，我也不回头，为你哪怕我一错再错，我许下过承诺，赴汤蹈火，直到世界尽头，在困难的路也一起走，有你陪我痛又算什么，穿越时间海，世间万物会留下爱。先去。这是出空的老毛病了，你不必担心。老毛病？是啊，自苍日之战。不提这个，坐吧。哦。你就是与触空定下七次情缘的那位仙子吧？本殿早有耳闻，今日终于得见。没想到天界竟如此之大，几千年来竟从未见过你。小仙一直在姻缘阁忙碌，并未和其他仙官有所往来。以后可以常来我蓬莱居走一走，多结交一些仙友，对你多有益处。您是地修神族修明殿下？正是。你当真愿意出空去丽娜情劫吗？嗯。喝茶。哦。修明。仙君吉祥。本殿与这祥云仙子甚是投缘，出空你若对人家没意思，不如就放他一马，免了剩下这些情节，如何？你来霄云殿做什么？小仙是。求仙君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小仙一马吧。放你一马？自然是可以。至于姻缘阁。仙君，您这是在威胁小仙吗？今日天宫无用的仙官神体太多。至于姻缘阁，待本座历劫归来之后再行定夺。怎么还有话对本座说啊？没有，仙君放心，小仙定不辱使命，绝对不会出半点差错。小仙
去准备了。3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？